2020看日出就特别好。早上4点半起来，然后大概今天是6:40，然后到门口，然后赶上第一波进来。5:30左右起床的吧，反正很早就起来了，赶紧抢占比较佳的位置。但是大家看到了后面还是很多人，这个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，然后拿手机对赶紧抢了几张。希望2020暴富呀，国家繁荣昌盛，使个人事业发展越来越好。2020年希望一切都变得更好吧，希望国家越来越好，个人也越来越好。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